我们就要发明一个断然处置措施，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解释。所以还有为了要积极推动核四，所以会说啊，德国的电价因为废核涨价，乱讲。说德国要去跟法国买电，也不是对的，其实是德国卖电给法国。然后呢，所以我们又说我们什么会缺电，现在20%多的这个备载，5年之后就会缺电，这个大家想也想不通的，是不是国民党政府就把所有的电厂都关掉，当然会缺电了，对不对？现在盖了这么多电厂，怎么会5年之后20%就会变到会电不够用呢？然后就会有一个虚幻的这个。用电量的增加，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台湾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个主政者的心态，一直当鸵鸟，就是日本已经发生了，我们也是在地震带，那有没有来看我们的地震系数要不要加强？我们是不是假如还是要用的话，这个海堤是不是要增高？要花多少钱去增高？跟大家讲嘛。那假如真的花钱太多，大家可以决定不要用啊。其实现在也缺电的，可是我真是不太懂，为什么大家要去跟陪着这些人要去 take the risk？ 万一台湾真的发生，谁知道最近地震那么多，也难讲说最近会不会再发生大地震。那我们怎么办？那我请问。好，谢谢嘉社。那我想说这个部分呢，我请王普光王教授来帮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我是基本上是先天或后天出现的这个问题。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经济的问题，因为政府已经传的就是核电是最便宜，但事实上。我已经跟大家说明过，那么他以这个会计成本来混淆这个经济成本，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可能说合适的成本，像他们讲的，这个追加预算追加的越多，然后他算的一度的这个成本越来越少，这个真的是天下奇迹啊！说台电这个杜撰虚幻的功力真是独步全球啊，那个是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另外我要提的其实就是说那么大家又担心说像马政府讲的没有核电，那将来再包括核一核二核三一除一，那台湾就会缺电缺电，然后就有很多问题出来啊，说那一些根本也是在恐吓老百姓的。第一个我说，他一向都是高估未来的这个电力需求，那么然后呢，高估需要的这个备用容量率，高估电力需求，譬如说在这个去前年福岛核灾之后9月，那么经济部就估计说，未来我们的那个经济成长率啊，从2011年到2018年是5%的经济成长率，然后呢，电力需求是3.75%一年哦，然后它这个是把它推估到2025年哦，那也不是只有到2018年哦，好，
事实上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在马英九执政的四年期间只有 2.7%， 我们从2000年到2009年也只有 3.4% 的经济成长率，它竟然可以高估那么多，然后去高估这个电力需求。而另外一个呢，因为早期台电都是规划要 20% 的备用容量率，他认为那样才合理，才能够维持我们电力的稳定供应。然后到民进党执政的时候，谢长廷那个时候才要求降到 16%， 那个也不是法定哦，只是他们规划的目标。然后现在和那个福岛核灾以后，他们检讨说要降低一个百分点，变成15%，其实都高估。我说台湾合理的备用容量率只要8%-10% 就够了，那么超过的话呢的投资都是浪费的投资，所以合适就是这样浪费的投资啊，因为它盖好了，它增加5.5%的这个我们的那个发电能力啊，事实上只有增加备用容量而已，因为你没有缺电啊。OK， 所以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基本上它因为高估这个用电需求，然后才恐吓你，说没有合适就不行，那然后他说，这个成本他最便宜，好，那如果最便宜，他现在又谈呢，说要涨电价，必须要反映成本，那个才叫做尊重市场，叫做涨电价呢？是这个叫做电价合理化。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不一样的，反映成本并不等于电价合理化，合理化你是要由一个市场的供需去决定嘛，那反映成本它一些没有效益的成本通通灌在里面啊，那它一些弊端造成的成本呢通通灌在里面啊，那反映成本好了，那它就去涨价，这怎么对呢？我们现在的这一个电力备用容量率都超过20%，然后它的产能利用率一年都不到60%，那你就晓得，等于说，如果任何一家民营公司产能利用率不到60%，它怎么会赚钱呢？那它价格怎么可以去涨呢？自由市场供需去反映的话，你供给太多嘛，供过于求嘛，凭什么去涨价呢？但是它为了要补它的亏损的黑洞，它必须涨价，这个问题就在这边嘛。那我们说，如果你今天是真正电力自由化，那么让民间可以自己发电、可以卖电的话，好了，很简单，台湾不会有缺电的问题。台湾开放3波的民营电厂，但是民营电厂盖了以后，发电只能够卖给台电啊。那个不叫真正自由化，所以台电是独买又独卖，它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占公司。如果你开放自由化，真的民间去盖电厂，民间可以自己卖的话，过去3波的这一个开放民营，那事实上要申请的都比它开放的那个额度啊高出好几倍。台湾哪里会缺电呢？没有这个问题。而且如果是真正自由化，那么可以自己卖电的话，那么再生能源也可以发展起来，不像现在，因为它台电自己已经供过于求啊，它再花钱跟你买再生能源，它当然不划算啊，所以它千方百计的去阻止再生能源的这个开发嘛，它想尽理由嘛，就说啊，你这个会造成我这个供电那个稳定度的问题啊，什么一大堆问题就来啊。那你如果真正自由化，我们说把这个输配系统跟这个发电系统切割，然后除了核能以外，全部的这个电厂通通民营化，那么民间自己可以盖电厂，那么可以卖电，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台湾绝对不会有缺电的问题，台湾的再生能源产业也可以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一部分呢？是需要我们全体国人共同来努力。谢谢王教授。那接下来在今天另外讨论主题是有关台湾力能发展的潜力、节能的潜力部分。我们请那个陈彦豪委员就言。
台湾事实上是有相当大的节能的潜力，但是它问题主要出在政府在诱因跟配套的机制上没有到位，所以它没有办法把它展现出来。所以这一块其实是应该要很快来把它落实下去，这样才有办法把它做出来。那另外在这个再生能源的部分呢，我们其实知道就是说，其实再生能源它有各种不同的再生能源，那各种不同的再生能源其实有它不同的特性，那也有它不同对电网不同的影响。那我们觉得说这里应该是要全面性的整体性的评估，然后按照各种不同再生能源的特性来做细部的规划，让它可以真正的对我们电网有实质的这个贡献跟价值。那这个部分其实是要赶快来进行。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讲，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电力是特许行业，它不是一般的行业，它不是大家都可以来做，它必须要经过特许。那特许行业另外一个意义代表，就是说，你必须要让它有足够的这个收入，让它可以支持它的投资，让它可以进行它一定的工作，它才可以进行。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台湾在相对的一些制度也都是相当的缺乏。那这一块其实也要慢慢把它补上。这样才有人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我这边算三点来做建议。谢谢博士。那么在这个绿能发展的部分，我相信我们想请这个高成元教授能够讲。我刚刚是特别去提两件事情，一件就是说，我们假设完全不改变任何进口的状况啊，我们只是把大潭的最高能量啊，最高发电效率啊，我本来资料说是52%啊，讲完又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其实是58%了啊。那台电目前啊，大部分有的是42%啊，民营的那个 IPP 42%，我们单单就是说。把这两个兑换，就是用大潭的2/3的这个发电容量来发电，因为大潭本来是一年是发384亿度，可以发384亿度，然后目前是发134亿度，那剩下的250亿度那就可以省下多少了哈、哦？那这样可以算出哦。我认为啦，比刚刚提到的任何一项节电的要民间节电的方式都会省得更多。换句话讲，在不增加任何成本之下，只要改变台电的作业习惯当然了，还有跟民营电厂的合约那我们就可以节省掉很多很多这个能源的耗损降低非常大量的 CO2 排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也提到因为去研究这些天然气的问题我发觉两个谎言，两大谎言。第一个谎言就是天然气随时会断气因为只要7天船没到就会断气。其实台湾的地址我举两个，一个是通霄附近永和山跟铁山山，可以换10000个天然气接收站的量的地下储存。然后这个以前有没有做过？有在1994年左右了，我不知道哪一年，有一年里面全台湾进口的天然气有2/3是排放地下去。然后这个耗损会很大吗？不会，因为我跟中油的人见得过，耗损不会很大，等于是我们有自产的天然气一样，所以我们就多多买然后便宜的天然气有吗？有，目前我们印尼的合约是。一个叫做 MNTP 是17.5块，但是马来西亚有愿意供应我们12块的这种厂商，竟然找不到买主了来台湾来，想去见经济部长，不得其门而入；想去见中油董事长，不得其门而入；想去见台电董事长，不得其门而入。然后我们在这边被欺骗，会断气啦，会很贵啦。其实两个都不会，是两大谎言。所以我天然气部分就讲到这里了。那我一直在提，我们可以发展地热跟这个黑潮。那只要地热黑潮加进去的话，台湾可以2年、3年
完全用再生能源。哦，我再讲一次哦，2030年完全用再生能源，而且电价是3.2块左右，比台电估的哦还低哦，台电现在估的是电价会3.5块，它的最好的估，二氧化碳会很高，环保署估的是3.75块，啊、哦，所以只要我们推动再生能源，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因为台湾是在啊、这个火山带上面。好，谢谢，就报到这里。谢谢高教授。我想接下来我们讲请今天整个研讨会的贵宾和吴东立副董事长。对，目标当然会和家人。刚才看那个徐教授提到的第一个就是核电是不安全、不有序、不经济。那不安全大家都知道，那这个一讲啊，现在说为什么67层啊缓核试，就是大家怕，啊，除了这核试的安全以外呢，整个可能的地震等等。那再不有序，因为呢这个核废料没有办法处理，所以这个很清楚。啊，经不经济呢？现在政府就用经济。说啊，如果啊没有核试，我们没有核能，那这个电价会涨。那这个呢，我们看今天的文章呢，知道这个也是不正确的，不正确的。事实上，我们台湾很有潜力来发展这个替代的这个能源。另外呢，刚才王教授也讲，其实很多的资料啊，台电都是方法错误，不用会计成本，不用经济成本，然后它的没有效力，它一家独占。啊、所以最后呢，我如果再能够这个电业自由化，那我想这些问题啊，其实也不一定要等到2030年啊。刚才这个高教授就是没有提到电业自由化，电业自由化竞争以后啊，很多的价格 啊，这个自然会啊比较合理。所以我想呢，这一些呢，应该让我们的这个社会啊都了解。所以政府要办核四公投是没有必要的，比如政府啊。就可以，就像民进党说一样，也就是啊，这个行政院提出一个啊停建核试，立法院 OK 通过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搞到这个公投？这个实在是太浪费了，太浪费了，就是不需要做这个事情。这代表政府啊，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资讯有问题，政策有问题啊。如果我们把这个今天的这几位专家提的这个意见，然后给社会，拜托各位这个媒体啊，女士先生啊，给社会了解。我相信啊，这个我们这个事情应该可以处理得更好。谢谢。在那个请啊各位女士先生提问之前啊，我想帮忙补充啊一点啊，就是说啊，今天早上这个徐教授啊也特别提到，就是我目前台湾购买的能源啊，是高达GDP 的这个15%。那刚才曾明豪这个研究机也提到，所以说从经济规模的角度来讲，你这个15%用 GDP 的钱去买，其实钱是外国人赚。那假设说好，你就是依照目前行政院讲法说好，我们维持这个在像以目前结构这样做下去，说会电价便宜好。可是你终究事实，我们以今年留下来讲，你就是15%的。假设你第一年到10%，你是的 GDP 也是非常非常高，你是外国人赚。可是如果你今天提到刚才高教授讲的，到了2030年的时候，假设全部能源什么叫自主呢？就是说你不用再跟国外买这个任何的能源，你的能源至少啊、哦、在发电上面，在电力上面，加大运输可能另外一件事情，在这个电力上面啊、哦、啊，如果是全部自主的话，那依照刚才这个曾建豪研究员所分析的，大概呢我们发电的这个部分，也许这占了我们所使用能力可能高达60%。那这样算起来的话，也差不多将近 10% GDP 要购买能源全部都留在台湾。那纵使是电比较贵，这个钱是谁赚走？是在留在台湾，只是把台湾的这个钱这个手转到另外一个手而已，钱在那边转。所以呢，事实上是谁有钱的，还是台湾人有钱？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算数就是这样：你要不要把这个10%的这个 GDP 的钱给外国人，还是要你要把它留在这个本国内？看起来好像电价贵了一些，甚至依照高教授的讲法是不会贵。这样的一个愿景之下的情形，我们应该怎么做？从国家立场来讲，其实非常简单的算术而已哈。那所以我想，我们请这个、各位这个记者，小李先生是不是如果有问题，我们趁这机会啊，我们请。
是经营的，各位有什么建议？那个银行的一些注册，那个第一嘛，就是说刚刚去的时候有提到说，那个日本这个国会对于那个信用事件的报告，那政府最近的一些官员都是说，是原委因素或者说是这个海啸，不过我也听说过另外一个说是地震，原来是地震的影响发生有效，就说是不是可以澄清一下，到底是信用事件里头是原委的因素、海啸的因素，还有地震的因素的贡献是的，那个分别是有多么就说到是那个上下是如何。另外也是说，最近那个中国发那个上个礼拜嘛，发布那个新的关于那个核能那个万达案情啊，那那个时候是有讲到，是说有被问是。那个虽然是书里头有谈到说是这个福布西摩类似的福布西摩规模的事情的可能性很低，不过被问的时候都没有提出就说万一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大概后果会有多大？我不晓得各位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评估。第三是那个同一天哈，就说同一个集资会那个新这边官员曾立文。而且这个文集也有讲到说，中国也是有反核的那个非核家园的那个心愿，不过跟这个环保团体不同，就是说环保团体希望马上，就说那个停掉所有的那个核能发电厂，是不是说那这一点是跟中国的文件的务实的政策有所差别，是不是可以这方面可以澄清一下？还有就是说上个礼拜哈，林宗尧先生是提到说是他比较好像比较支持这个位置一二三继续那个就是说改造的情况下继续延移，而给核四更多的时间做安全检查，就是那个要决定核四的未来，是有没有同这个支持这个林教授的这个说法，是一二三是不是在改造的情况，这个车体改造跟最安全的情况下，要延长它的使用的时间。谢谢。这个新马这个福岛事件，是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日本人做了，对自己为什么会发生问题，他当然做了非常详细的调查。那对人的部分，他其实是强调这个过去已经有多次的地震的现象发生，那过去历史上面也有很高的海啸，所以其实一些民间人士，其实也有专家啦，也有学者专家在他们的监督委员会其实有提过，要做那个比较大地震的预防措施跟这个海啸，可是因为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提出来没有得到任何的反应，所以基本上东京电力公司其实也没有去做好的准备。所以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有这样的警告，过去有这样的警告，可是都被忽略了，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人为的疏失。那福岛的电厂的实况现在是怎么样，其实没有什么人知道，因为现在还不能进去看，所以很难了解说，其实因为有一些讯息是显示说地震已经把那个为主体震裂了，所以才会灌水灌了半天，好像都一直流出来了哈，一定是哪里裂掉。但是真实的情况其实确实不是那么明确，所以硬体可能在震的时候也震坏，所以不完全是海啸导致那个柴油发电机被冲走的问题。在2007年的七月的时候，日本在那个博奇地方就有个6.6级的地震。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有跟政府有提。那博奇地是东京电力公司最大的核能电厂，其实是世界最大的核能电厂，它有7个机组，是我们1、2、3、4加起来还比它小了。好，那这个7个机组呢，当时就震坏了，就是管线啊错开来啊等等。那大概2年左右才第一个开始运转，就是他花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去修。好，那到了2001年3月3.1事件的时候，还有2个机组还没有开始运转，三个好，所以那
我们的台电跟原能会彻底的忽略，国旗一语是，抗震是0.6级，6.6级的地震就坏了。那我们今天那个行政院那个版本出来，他说我们的核1、2、3、4怎么可以抗震7级啊？人家6.6级、0.6级就已经震坏了。对，我们还是0.4级呢，不是线性的，这个不是线性的，地震不是线性上去的。我们敢讲我们是可以抗7级的地震。那我碰到永和的人，他说：“哎，你看那个即使国旗一语，主机都是好的。请问，你想看一个车子引擎是好的，可是那个刹车油漏光了，这个车还可以用吗？那根本很危险的，你不能操控啊。”那这个是一个安全的核能电厂吗？假如你那个反应炉是好的，其他东西都坏掉，怎么可以说？所以不是说那个引擎是好的就安全吗？所以我认为，我刚刚有提到说，核能本身它就有它的危险性，就是它的原本的危险性。那其实我们跟日本都是同处于地震带，那0.4级，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远远的不足啊，所以。今天说，假如我们不 upgrade， 不把防震系数增高的话，我认为一二三最好今天都可以关掉，因为你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地震什么时候会发生，尤其是最近大家都注意到各种地方发生强烈的地震，那我们完全都没有准备，那怎么可以去担这样的风险？我们一直是运气好而已。那因为现在都不缺电嘛，所以一二三都关掉，这个事也不用用。那我们台电公司还盖了很多的火力电厂、燃煤机组。对，我其实刚没有提一件事情，就是我有去算过台电公司的火力发电、燃煤跟燃天然气，每发一度电都比民营电厂多用10%的燃料。所以只要台电的火力发电的发电效率跟民营电厂一样，就抵合适了。不用多花钱，当然你说更新设备要花钱，但是第一个二氧化碳排放也不增加嘛，那你也没有多用燃料啊，你只要不需要的话，这个钱都可以省下，一年可以省下20%。电传体说，网络传体说要立即废核，这个根本就是在打问题上。事实上，现在大家都是管核事，就是针对核事的问题，核事还没有运转，对不对？对那个电力影响都没有啊。那这个他讲稳健减核，他是还要让核四继续盖。那稳健减核是说核一、核二、核三到时候如期除役，不再延役而已。因为他原来是要延役的，在日本福岛之前，他核一厂就提出要延役20年了。啊，然后福岛核灾以后，它就是不延役，哦，然后要如期除役而已嘛。那如果你真的要稳健减核，你要达成废核家园目标，其实核四是不应该盖啊。核四盖下去，你和那个所谓废核家园的目标根本就遥遥无期嘛。那一定是50、60年以后嘛，对不对？那你如期，你现在那一些，就是说。如期除以不延役而已。那我们刚刚讲不延役，那你核三也是要到2025。那这个跟所谓立即废核有什么关系呢？立即废核现在在谈的是核四不要运转，是废止核四嘛，对不对？你不是全部的那些核电厂啊。好，那再进一步讲，如果说你要全部核电厂，哦，他是说啊，因为现在如果核四停了，那环保团体就会要求你马上废掉这个核一、核二、核三，它是这样子考的。但是即使是核一、核二、核三都废掉，我们刚刚讲了，我们的备用容量率超过20%，那么现在三部核电机组它占全部电力系统的那个装置容量比例呢，只有11%左右。那你把这个20%，比如说去年的备用容量率是22.7%。你减掉以后还有11%以上的备用容量呢，11%以上，我说刚刚讲了8%-10%的备用容量率就绰绰有余啦，超过就都是浪费的啦。那你即使这样关掉，我们也没有
电不过的问题啊。所以、欸、这个政府根本就是在打麻糊迷糊仗，打不赢那个国库结账嘛，都是胡搞的嘛。所以就是说你现在是那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如果再看他们那个台电经过经济部核准的未来的电源开发方案，到2021年之前，他列出来就是说已经核准的，或者有一些已经现在在进行的那一些这个核电不是那个电力开发计划，那你会发现他那一些的总装置容量啊，是核四的好几倍了、啊，那是全部核电厂加起来的哦。1.9倍，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没有电不够的问题嘛。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讲，如果你现在真的是自由化，哪里有什么问题呢？即使你现在真的是立即汇合，也都没有问题。来，他的那句话怎么解读哈？我们也可以倒头方向来解读嘛。他的意思就是说，核四比核一、核二、核三还危险嘛。哦，那你核一、核二、核三都要填了，那核四还需要投钱下去建吗？哦，这个是我站在啊这个好心的角度来看，但是林宗尧先生啊，他从一开始啊，他很早他就讲说他是永和的，他是想抢救核四。好，那站在他这样的努力这样的角度，他是想把核一、核二、核三延役，这个我不能接受的。哦，那。我可以同意哦，勉强同意，就核三可以慢一点填啦、啊。原因是因为核三的旁边人比较少，恒春偶尔会有很多人，但是整体来讲是比较少。没有，那你就我个人的意见，我个人的意见啊，哦，所以核三我可以勉强同意说2025年填，但是哎、欸，你听我讲。我们环保联盟也在核三那边联署核三，哦，就是说希望能够用地方公投，你是否同意核三继续运转？而且联署书都已经弄好了，第一阶段的，我们现在只是在选时间送进去而已。所以我也希望核三立即点。那核一、核二更不用讲哦，核一、核二原因是这样，因为我用日本的资料我算过哦，我再讲一次哦。台湾花生炉心农毁的几率是24%，而花生北台湾全毁的几率是6%。北台湾全毁，我的定义就是说，像福岛核灾那样，美国需要来撤侨，哦，那种紧急状况出现。为什么那种紧急状况？因为福岛一场的4号机的这个天空的这个燃料池啊漏水。那核一、核二就是有这个天空的这个能量值，只要地震一来的话，很可能那就塌下来，那大家都完。所以这个几率6%，然后炉心熔毁的几率24%。详细的东西其实我发表过文章哦，大家可以上网就找得到。哦，那这部分我很期望马政府能够派一个人来，我跟他公开辩论，就是说为什么我这样子。算，然后有什么地方不对，我希望能够有任何一个人出来跟我指教。是，哎，王部长。我不是记者，但是我一直有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各位学者啊，在这个反核当中，其实对于核能要继续新建这件事，怕台湾不能没有核能这件事情，台电大概是拿没有办法放掉核能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其实大家再想一想哈，以现在比方说马。或者是江宜桦是学者出身，他过去跟这些电厂的经营管理什么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他不是属于原来核的利益结构的一部分。那现在江家柱他也是从交通系统出来，他不是从经济里面出来的。那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放掉核能这个东西，要把新建核能当他的神主牌？其实一个我了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台电用他说，如果你这3000亿我已经投下去，那如果你不让他新建，你就把它废掉了。我台电就会马上面临破产跟倒闭，就是依据公司法的相关的要求等等之类的，他就必须给你去做这个处分。好，那对于这个问题，我始终因为我不是公司法或也不是这个财务各方面这边的专家，可是就我所了解，
是政府内部他为什么一直坚持说这个核四要继续把它盖完，甚至让它运转，因为最重要的理由是你如果不让它运转你怎么办呢？你这3000亿不就是报就是报那个就是等于是就好的，就是有些东西可以去变卖啦，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弥足，那它一定就是亏损。亏损的话好像如果你都要赔到几个多少二分之一的资本以上，你就要重组或者是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还是整个决策书里面最大的一个恐惧，可是我们一直没有在这个地方提出很多的解决方案或者是讨论。那我是想问，因为刚好这个王老师以前是当过台电的董事，他也学经济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第一个真的是像台电讲的，你3000亿如果不做，那台电马上就面临破产的变破产，然后就台湾的电力公司就倒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东西跟未来，比方说电业自由化，比方我们刚才在谈这个事情，是不是台电现在假设既然是这样，它财务有很重的严重的问题，是不是可以马上去做财务分割、财务重整的问题？好，然后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一个合理又真的可以做得到的方案，我的意思说，如果你要在立法院里面立法什么的，那你才能够把这个台电现在目前所谓可能会倒闭的这个问题解决掉，那可能执政当局他可能不敢做，那是不是有别的方案？我们可以把这个台电一直提出来威胁的这个疑虑，如果也把它澄清的话，我觉得也许执政当局并不会那么就愿意一再的坚持要新建核四的这个问题。对，所以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到底在法律上，或者是他可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就是呢，他亏损，他就是涨电价来，就是这样。那他怪说，因为你会合适，那么他就要涨电价。其实不是这样子。黄仲九为什么说不管有没有合适，电价都要涨 ？OK。那么他说现在台电已经亏损累计将近2000亿，对不对？哦，那么将近2000亿，各位你想想看，我刚刚讲就是说，你合适盖下去对。我们增加去满足电力的需求没有帮助，因为我们已经电力过剩了，它是一个浪费投资。那台电它已经不断的追加预算，它现在的这个预算已经追加到2830亿，还要再追加嘛？如果照林宗洋讲的，还要再1000多亿才能够救合适嘛？那然后它实际上的支出。已经是超过2640亿哦。好，那各位你想想看，那他现在这些支出当然都要在他的会计账上，就是说以他公司的这个经营，他的亏损，他累积亏损，他从2006年开始由盈转亏以后，每年那个亏损就不断扩大嘛，因为核四不断的追加预算嘛，那核四丢了这2640亿下去。你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个错误的投资去盖这个核四，它虚值了2640亿下去，今天台电的会计账上它还有盈余啊，它没有，它不会亏损啊。当然你说它原料成本怎么会涨，那个是一回事啊，但是他如果没有这一个浪费的投资，已经烧了2640亿，他今天会计账上还有累积盈余哦，不是亏损哦。如果他没有亏损，他凭什么去涨价？没有道理。那好，那他现在涨了，已经涨到多少？他已经涨了几波了嘛？2008年马英九上台，他就涨了嘛，7月10日就分别涨了2阶段涨嘛。去年的6月又涨了一次嘛，它涨到现在一度电是2.83块。OK， 那个已经比2006年的时候的电价多了36.8%，多了36.8%。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它亏损造成的，要去弥补它亏损的黑洞。好，然后我们再说。如果现在让它核四继续盖下去，你不会说核四发电了以后我们用电就要增加。我刚刚讲那个增加就是它过去是因为高估太多嘛，那实际上的增加没有他们估的那么多嘛。好，
那你卖电的收入还是一样，有限不会增加那么多啊。所以何处再丢个1000多亿下去，它的累计亏损的黑洞只有越来越大而已嘛。好，那那个时候它还是照样要涨电价啊。所以黄仲雄为什么说不管有没有合适都要涨，对不对？那你想想看，1000多亿再丢下去，然后他的累计亏损不是一样会超过他的资本额3300亿吗？他现在累计已经亏损2000亿啊！你如果不让他涨电价，他这个再丢下去就是超过他的资本额嘛？那他会真的宣布倒闭吗？不会嘛，因为国营事业啊，然后它一定会涨电价啊，因为它是一个独占市场里面，它拥有那个定价的能力嘛，政府说要涨就涨嘛，它一定是这样的。哦，这个是我说它不会宣布倒闭的。好，那再说，如果它真的会宣布倒闭，那也好，哎，不是这样好，不是一件坏事啊。如果他真的宣布倒闭，那我们讲啊，不是刚好你可以促进电力市场的自由化吗？对不对？那他的这个3300亿那个问题很好解决啊。国民党以前留下的烂账，我们这个前行政院副院长就晓得啊，那个时候打消金融呆账有多少？哎，2兆多啊！金融的呆账啊，不是这样打消的吗？2兆多哎、欸，那不是老百姓负责吗？对不对？都是全民买单啊，那个才是全民买单啊。所以你如果说一个经营不善的这个国营事业，真的它倒闭的话，真的破产，那3000多亿，其实那个呆账都可以打消的啦，国家都可以负责的呀。然后你真的就是促进电力自由化，民营化起来不是更好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啦。哦，所以那个基本上会造成今天台电亏损，是因为盖核四啊，不是反核四啊。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说，哎，你因为反核四要付出的代价，那个完全是栽赃啊。是不是反而就说那个台电也有蛮多，比如说地啊，还有那个是自收机电厂啊，也可以卖啊，就是在外面啊，可以啊，这个没有问题的。那不晓得各位在场的各位记者女士啊，跟先生还有其他提问吗？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聚集会到这里结束啊，那我们就请各位贵宾啊，下面。还是讲完了。来，再不讲了，下。再讲，再讲。